歌手终极踢馆赛激战上演，八首经典曲目在 QQ 音乐独家首发。上周五晚，歌手第二季终极踢馆赛激战上演，双淘汰赛制则让众歌手压力巨大，纷纷放出大招打响新一轮 PK 战。而在本场竞演中，张韶涵选择了满满正能量的励志歌曲《追梦赤子心》，极具爆发力的嗓音与不同于原版的改编，也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，引发网友对张韶涵之后舞台表现与风格的更多期待。在这场竞演中，张韶涵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出了自己内心的波动，当下的我其实有些迷茫，我是否要坚持自己觉得对的事情，因为坚持自己这件事本身即使如此，时常会遇到嘲笑与非议，我们能做到的就是不要过于在意他人的眼光，而是坚定自己的信念向前走。因此在《追梦赤子心》这首歌一开始，张韶涵就尽情释放了自己，重复云霄的不妥协直到变老让他的倔强尽显，虽然与原版爆发力不一，但依旧热血，这份情绪也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所有听众心里，透亮的女声给人以别样的撼动，这份力量感染了所有人。同时本轮竞演中的所有曲目已在 QQ 音乐同步上线，乐迷们可登录 QQ 音乐循环倾听，同时也可以给心目中的歌王投上一票，并在评论区留下自己最真挚的评论。QQ 音乐通过增加独家版权的收购，让用户能够在一个平台上听到更多更全的歌曲，歌手的新专辑 MV 也同步更新，满足音乐爱好者对于音乐资源收听享受这一基本需求。据悉 QQ 音乐未来将开展更多合作与尝试，实力诠释音乐的无限可能，期待在音乐世界一起陪你听全世界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